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今天我要来玩 Rim World， 这是一款科幻风格的殖民模拟游戏。那就开始新的殖民地吧。首先有分不一样的脚本，难度好像也不一样。这个是难度较高，这个是比较困难。然后这个是难度极高。刚开始还是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好了。然后继续 AI 的话，用简单的卡桑德拉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。然后模式就自由存档，刚开始还是先用这个好了。继续，这个就随机创造生成世界中。再来就是选地点，你要选哪里呢？温带森林，那就这边好了。决定是你了。接下来选角色：中世纪领主、工业孤儿、知识减二、基本劳动、专业劳动、酒吃。先把它拉到下面来。佣兵的话，无法执行的工作好像有点多。无法知识工作。哦，他没有不能执行的。他是青楼红牌，长得非常可爱哦。这个不错，这个可以留着。佣兵、传教士，这个没有不能。哎，可是他有强迫症，强迫症有点麻烦。善变、游侠之子、战略家、低薪工人。随机生成，随机，好吧，就先这几位好了。开始，你们三人在休眠舱休眠时，突然被警报和金属的撕裂声吵醒。你们好不容易在星舰分解成碎片之前逃到了逃生舱。不久，你们降落在这个未知的边缘世界上。当星舰残骸还在你们身边不断坠毁时，你们已经开始在思考生存的计划了。接下来降落地点是这里，先暂停一下。这里有一些基础建筑物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地方，要住在这边吗？感觉这里好像还蛮方便的，而且是钢铁墙。看一下这里可以放几个床，最少要三张床，一二三，好像可以。这样先安排个收集区好了。等一下，先把它补满好了。这个是几乘几？看一下，八乘八，八乘八。这边把它补起来，然后钢铁门。接下来放个床。一二三，三个人，刚好三张床。之后用个火把，之后先安排个，先建一个一般的木质的当储存区，先这样子，再放一个木门往这边。之后把它当成储存区。规划屋顶，把它弄个屋顶。然后还要再先弄什么呢？再围一个地区出来好了。木质墙，门坐在这边。还有什么东西？区域垃圾储存区。垃圾储存区要做什么？放垃圾的吗？随便放。还有什么呢？种植区，种植区也弄一下好了。食物来源，稻米，先这样子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殖民地的母拉布拉多，这是我家的宠物吗？是我的宠物吗？
如果是宠物的话，就睡眠点给它好了。金属碎片、电子零件、白银，这有小刀，要给谁呢？装备小刀，记得有一个，哎，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种枪，枪给他，嗯，小刀给他，他弄枪，他也用枪，先这样子。然后这里还有什么？帽子，这个又是什么？防弹衣，穿上盔甲，然后防弹衣，还要尿尿吗？是这样吗？现在收集时间，还要弄个命令，伐木，把这里的树木都砍一下，采矿，这里好像有可以采集的，还有就是弄个安全的地点，防卫沙包，沙包就放在这样子好了。哦，需要娱乐设备吗？娱乐要用什么呢？棋盘桌可以训练智力，只要几个人玩的东西，不太确定。这是里面有尿吗？地上那个脏脏的是什么？直接躺在地上哦，他在看着天上的云朵。接下来放个生产料理台，钢铁，先弄个炉灶。接下来研究桌，研究桌放这边，就一张床，其他人就睡地上。狗狗至少跑来里面睡觉了。兔子睡在地上没关系吗？总算有床了。室内明亮、黑暗、明亮。哦，这个可以做菜了。选单，新增工作，简单料理，先做个十份好了。有两个人没事可做，可以研究东西，研究个制药，先弄个制药好了。研究可以直接一直研究吗？药品，这个是什么？自动门，电池，这个只能一次研究一个吗？好像是，那就先制药好了。你们是做什么的？打招呼，然后就走掉了。应该不是坏人吧？开始建造这边了，建造失败。他好像比较忙，他要做这边，还要做这个，然后他都没事可以做。参访团来自谢尔坦达比。带了些能够交易的东西，可以跟他交易东西吗？需求、社交、记录装备，然后他有，这是护卫吗？所以他们来这里要做什么？我不太确定。这里有写吗？好像没写。要怎么看呢？有什么交易之类的功能吗？还是就这样路过？他会待在这里吗？什么？赠礼？
留下了一份礼物，黄金哦。为什么会留这个？所以你只是真的来晃晃而已吗？这样就走了？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要替势力取个名字，应该叫什么呢？美格列兹，直大区，这应该没什么特别的，这有什么不一样？阿斯凯拉都，就这个，随便取名。这有一只好大只的东西，你是什么东东？地懒是什么？奇妙的动物。这有电子零件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机械遗物。哦，什么？狂暴公野兔。是什么？公野兔？哎，在这里。真招。先来到这边。它可以直接攻击吗？攻击成功，这样子就可以解除。有一只兔子，可以把它放屠宰之类的吗？看一下那个生产，这有个屠宰桌，把它拿来屠宰。受伤已经治疗了，有血迹，然后这里就可以新增工作，屠宰动物，看一下好了。屠宰的话，它是屠宰什么？兔子。之后就多了一个皮毛。这个是什么？简单料理。可以放四天。这里还有兔子狩猎，这样就会有肉。这是母灰狼，哦，竟然是用枪吗？射不中吗？总算射中了。屠宰。赠礼，白银哦，是你们吗？货仓，侦测到一个货仓在附近坠毁了，在哪里？哦，这里，哦，是肉哈士奇，难道说他没有一起逃出来？哈士奇，得得，拉布拉多有活下来，哈士奇就这样坠毁了吗？刚好可以拿来煮菜，这样子好像现在好多材料，建造一个东西好了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有办法分类吗？储存类型之类的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耶，那就是把食物不要放这边。这样子就把这里专门放食物好了，把这个都关掉。发生什么事？袭击？哪来的袭击？一队来自致命帮的宇宙海贼来到了附近，他们会准备一段时间再进攻，准备好防御，或是先发制人去攻击他们。在哪里呢？是你吗？一个人吗？所以说我先准备好防御吗？他现在，欸，我家在这里，他哪时候会进攻呢？先准备好了。真招，他在哪里？还
是可以先进攻呢？他在哪里？他在这里，来了，开始进攻。来吧，没射中。蹦，没射中。蹦，蹦蹦，命中头部。蹦蹦，蹦。休克，我记得好像可以把它俘虏，是用这个吗？设为俘虏专用吗？这样子，选择一个居民，点击预俘虏的对象，再选择俘虏，把它俘虏。好，就这样，那应该就可以吧。俘虏的情况会变怎样呢？就这样把它包走。石灰岩棍，把它收集起来。接下来就是让它待在里面吗？话说它是不是没穿衣服啊？感觉好像是全身空空的感觉。让他睡觉。囚房，囚房，保持敞开。现在治疗他吗？俘虏之后要做什么？俘虏界面吗？不接触，友善谈话并招募，可以吗？看来要治疗很久，大家都在睡觉了。货仓哦，又降落了吗？看一下在哪里。一二三哦，这次是熊皮类的。为什么会有熊皮？有点奇妙。在那个太空舱里面有熊皮吗？还是他们带着熊上太空舱？他恢复行动能力了，所以是有好转的意思咯。看一下状态，毒虫哦，无视禁用药物的指令，烦人的声音，语调怪里怪气，这样又再一次迎来白天了，之后在监狱努力生活吧。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，如果任何想对我说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